哪句吐槽最扎心？千年老二呗。你觉得谁最不应该来吐槽大会？我觉得薇娅就不应该了。好好卖货，那货都挺实惠的，你来这儿不耽误我买东西吗？你最想推荐谁来上吐槽大会？我想让周杰伦来，我们请了5G了，不来呀？请四字吐槽一下吐槽大会。强弩之末。有没有哪一刻后悔过来参加吐槽大会？每一刻都后悔啊！我不适合当艺人，我太累了。您觉得自己哪次吐槽没发挥好？为什么？第二回上台的时候没发挥好。因为写不过来了，我都多大岁数了，我写了快10年这玩意儿了，我都33了，我写不来就也值得一些原谅吧，原谅我的朋友们。您觉得槽点最多的人是谁？张大大槽点最多，但是也快用完了。吐槽最好最犀利的人是谁？金姐，太凶猛了，太凶猛了。吐槽气势最弱的人是谁？吐槽气势最弱的人马思纯，因为他也过于可爱了，他就好像有点像跟人家演一个小动画片似的，可爱胜于吐槽了。吐槽大会中颜值担当啊，好像只能是庞博了，没有别人，我们没有拿得出去手的脱口秀演员了。那张老师，那李诞长得都什么玩意儿呢？